你冷静点，现在进去连你也会没命的。 哎，快看，有人出来了。小叶，孩子没什么大碍，但吸了一些浓烟，保险起见，还是让医生检查一下吧。谢谢您，真的谢谢您。不用客气，就是顺手做点好事而已。 今天的行善任务算是完成了。哎，小楚啊，又去做好事了啊！<笑>对，爸妈的遗愿嘛。<笑>给孤儿院送的货物已经全部送达，按照您的要求都是匿名。好嘞，辛苦了。 宿主当日获取功德值，火中救人80万点，连续24个月捐赠孤儿院500万点。2年前，父母给我留下了4句话后，便音信全无。血月灵空，大劫现世，苦海何渡，唯愁功德。从那天起，我就觉醒了功德值系统。 可这个破系统除了能计数之外，根本没有任何作用。宿主当前拥有功德值10000亿点，已达到系统上限。哎，老爹老妈，你们在脑搞什么神仙实验吗？这鬼系统到底有什么用啊？我去，怎么回事？这是血云空。 大劫现世，苦海何渡，唯愁功德。恭喜您获得了原罪游戏的玩家资格，距离第一次副本开启还有23小时59分59秒，58秒，57秒。原罪游戏，玩家副本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对，这不是虚拟的。 真是存在的，37秒，36秒，又怎么了？检测到宿主已拥有原罪玩家资格，功德系统后续功能即将激活。功德系统的后续功能，插件加载中，功德消费功能已解锁，宿主信息更新中。 原罪游戏内最高货币权限已获取，消费货币权限，原来功德系统是为了这个游戏而准备的。难道爸妈把线索留在了原罪游戏里？还是先调查一下吧。27秒，26秒。您正在搜索的内容为绝密信息，请先验证您的身份信息。 竟然还要验证个人信息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游戏啊？玩家你好，人类安全保障局温馨提示：原罪游戏是真实存在的一种未知现象，在游戏中，您可能会遇到各类突发事件，请优先保护自身安全，在保证存活的情况下，尽力完成游戏内发布的任务。如果一切顺利。 您在完成任务后，即可获得奖励、钓鱼购买各种道具、秘宝，甚至是特殊能力。如果任务失败，则会带来严重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抹除玩家的现实存在。请务必牢记，每一次游戏胜败，不仅关乎着您的自身安全，也关乎着人类的命运。祝您好运。危机四伏的诡异游戏。 但只要完成任务，就有丰厚奖励。看来是风险与机遇并存啊！我有功德值系统，起点应该比别人更高一些。老爸老妈是这个意思吧？看来得好好准备一下了。 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
我爸说的，遇事不要慌，先帅就完事儿了。时间应该差不多了。距离游戏开始倒计时，请玩家做好准备。三，那就让我看看这个世界背后，一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？冷静，先观察一下周围。冷静，先观察一下周围。这些人也是被传送进来的，应该就是我的队友了。老人家，您怎么样？我没事。看你们几个人的状态，应该都是第一次进来的新人吧？难道大叔你不是第一次参加？哼。我可是成功通关了两次的老手，别把我跟你们这些菜鸡混为一谈。作为前辈，好心告诉你们，一旦被选为玩家，在你余下的生命里，每周都要进行一次这样的游戏。什么？一周一次？这大汉一见面就炫耀他老玩家的资历，其实应该是想树立威信。那我就顺着他的话吹捧两句，说不定能套出一些有用的信息。大哥，您这么厉害，肯定有很多经验了，能教教我们吗？经验，还真有一点儿。那首先呢，就是不要多管闲事儿，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。还有就是啊，一定要遵守游戏规则，如果违反，轻则受到惩罚，重则会被直接抹除。那也就是说，只要在规则范围内，做什么事都是被允许的。我说，我好像收到了一个提示，说什么新手商城已解锁，你们有吗？真的？我也有。随便看看就行了，买东西需要原罪币，你们这群新手现在啥也买不起。小伙子，原罪币能用真钱换吗？你想得美啊，那可是原罪游戏的专用货币，无论游戏内外都是稀缺品。我通关了两次游戏才赚了8000点而已。货币？我记得功德值好像获得了原罪游戏内最高货币权限。宿主可以使用功德值兑换原罪币，兑换比率为1:10。1:10，我的功能只有10000亿点，这样算下来，那岂不是要100000亿原罪币？打开新手商城，清新丹、隐身符、镇魔符，价格都挺便宜的呀。这个怎么比别的东西贵那么多？白虎印，内部蕴含灵力，可用于镇压各种邪祟之物。算了。反正我钱多，都买下来好了。系统，先给我兑换100000功德值。你已获得原罪币100000点，消耗功德值10万点。已获得镇魔清心丹，真白搞定。又是一年好时分，欢欢喜喜结大婚。红蜡白烛泪流尽，新娘陪嫁不归村。这什么声音啊？好像有人在唱歌。安静，要正式开始了。山中鬼婚即将开始，通关规则：存活至婚礼结束，或成功阻止婚礼。游戏正式开始。别急，这块是我的。我们也要这么吃吗？不，这里的村民个个面黄肌瘦，桌上的菜式却如此豪华，这不正常。这小子说的没错，几位客人怎么不动筷子呀？大叔，现在怎么办？哎呀，
装听不见。今天大喜的日子，几位可不想给我们面子了。来人，传教。兄弟，别客气啊。妹妹，别干坐着呀。小伙子，快吃嘛，喝一口也行。来嘛，来，快张嘴。爷爷，喝酒啊！快喝嘛，快喝嘛！好，好，爷爷喝。你们看，爷爷喝完了。哎呀呀，怎么才一碗就醉了？嗯，张大爷怎么样了？面色乌青，血管发黑，应该是中毒。大叔，有没有办法救救张大爷呀？救什么救啊？啊，都告诉他有问题了，还不听我的，这下中毒了，我上哪儿弄解药去啊？解药？我记得我从新手商城里面买了一颗清心丹。清心丹可解除一般的中毒效果，这丹药应该能解毒。问题是，一旦拿出来了，怎么和他们解释呢？可不救的话，会直接损失一名队友，要是因此无法通关了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问题是，一旦拿出来了，怎么和他们解释呢？可不救的话，会直接损失一名队友，要是因此无法通关了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小哥哥，你这是什么药啊？真的能行吗？这是清心丹，说是可以解毒。啊，清心丹，那不是商城才能兑换的丹药吗？这小子不是第一次进来吗？他哪里来的原罪币？张大爷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好多了，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这都是应该的。恭喜宿主，你已完成今日功德任务，救人一命，获得功德值10000点。太好了，在游戏里做好事也能涨功德。您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啊。请注意，本次任务信息已更新，完成主线任务后即视为通关，完成支线任务可获得额外奖励。这个主线任务看起来挺简单的，至于支线任务还是量力而行吧。喂，你们注意到了吗？刚才还在这里的那么多村民全都不见了。我去，真的没了？应该是趁我们注意力都在张大爷身上的时候离开了，就是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准备干什么。肯定不是什么好事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喂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离开这里。该死，大门被锁上了。赶紧停下来。不可能。你干嘛？都说了不要做任何多余的事儿，还没吸取刚才那老头的教训吗？大哥，那群村民明显对我们有敌意，等下就只会越来越危险。哼，但现在一点线索也没有，我们又能怎么办？刚刚的任务你们应该都看到了，只要找到了新娘，我想就能找到突破口。可是要去哪儿找新娘啊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她应该就在那边的主屋里。谁家的新娘会待在那种阴森的屋子里？哼，说不定屋里全是陷阱，要去你去，我可不去。其他人呢？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我还是在外面跟大哥一起吧。这样也好，你们就在外面接应吧，顺带照顾一下张大爷。哼，少命令我。我们走。我去，怎么有这么多人呢？别慌，那些都是纸人。婚房摆纸人？
这新娘不会害怕吗？这位姑娘，我们是被卷进这场鬼婚的路人，想要带你一起逃出去。小哥，他怎么不说话呀？在下得罪了。什么？怎么连新娘都是纸人？止血任务里明明有一条是拯救新娘，可这纸人怎么营救？如果是纸人，烧掉应该就可以了，但这样的话未免也太简单了点。搜索一下这个房间，看看有没有能藏人的地方。好。有了，床板下面是空的。刚才老伯中毒也是他第一时间发现的，这女人不简单啊。让我看看里面到底藏了什么东西。劳驾啊，地上躺着吧你们。一起用力，一二三。这是地道入口。咱们要下去吗？事已至此，没有退路了，下。似乎是个地窖啊。那边好像有条通道，走看看去。哎，不是，大哥大姐，我恐高，你们等等我。不是，那边好像有条通道，走看看去。哎，不是，大哥大姐，我恐高，你们等等我。不是，喂，你们说这地方会不会突然冒出来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有可能，多把眼睛放亮一点。啊，我好像踢到什么玩意儿了。有一只断手。瞧把你吓的，就是个纸糊的道具而已。啊，可恶，吓老子一跳。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纸人呢？小的时候我爸曾经告诉过我，在古代大户人家的新娘出嫁，除了有嫁妆之外，还要有陪嫁的人。我刚才仔细数过了，这里的纸人一共是六个，在楼上的房间也有六个，我们这个队伍里也是六个人。难道说……你猜的没错，咱们就是这场游戏里鬼婚的陪嫁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这是一个必死之局？肯定不会，但我现在倒是可以理解主线任务为什么是存活至婚礼结束，或者是阻止婚礼了。快，我们要赶紧找到新娘。小哥，前面有扇门。这是木门，我曾经在我爸的民俗笔记里看见过。按照笔记里的说法，冥婚的新娘都会待在这里面。还真有，你猜这个是真人还是纸人呢？看看就知道了，是真人，而且还有呼吸。能叫醒他吗？不行，昏迷程度很深，应该是被灌了药物。来搭把手，先把他弄到上面再说。哎，好。使劲把他拽上去。我知道。慢慢放下就行了。哎呦，这姑娘看着不胖，怎么这么重啊？是你们两个太虚了。你们怎么才回来？外面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村民，是村民。他们要砍我们，大叔快挡不住了。果然是要把我们当陪嫁呀。张大爷，你们有没有找到可以离开这个院子的路？我刚才转了一圈，这地方四面都被围起来了，只有西边的院墙低一点，说不定能爬出去。继续待在这儿怕是不行了，带上新娘一起逃吧。好。嗯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警告你们，再往前一步我就要还手了。少废话，去死吧。好厉害啊，不愧是老玩家。
怎么回事？居然会反噬宿主？你直面了怪异之力，以解锁头剑幻痛鞭挞者，级别残响级，以折磨他人为乐，可使用长鞭攻击，每次攻击后会对使用者造成固定伤害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他那么害怕别人惹事。大哥，往这边走，我们翻墙出去。他们把新娘带走了，快抓住他们！救命啊！去死！哼，是我一脚。这下手可真狠。看什么？没见过女人打架？给我把他们围起来，一个也别放跑。几位，我最多还能再扛鬼使三鞭子，你们有什么保命手段赶紧拿出来吧。那就让我来试试这东西好不好用。那是一阶原罪兵一张的镇魔符，连我都不舍得买，那小子怎么搞来的？三天师君，太上神方，杀邪稳转，妖邪辟一，去！好大，好大！厉害啊，小兄弟，这威力真没谁了。这下他们应该过不来了吧？厉害啊，小兄弟，这威力真没谁了。这下他们应该过不来了吧？不，这魔符的作用是驱魔，这些村民虽然身体异化了，但本质还是人类，挡不住他们太久的。他不也是新人吗？怎么知道这么多？那咱们该怎么办？看来还是只能按原计划行事，翻墙逃走。等等我。仔细搜，他们跑不了多远，一定还在这附近。快，把他们搬到房间里。巡逻的村民已经被我们打晕了，短时间内是安全的，赶紧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吧。已经救出了新娘，但却没有任务完成提示，难道鬼婚还没有被阻止吗？他好像醒过来了。我在哪儿？姑娘，你还好吗？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吗？我叫白琳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连自己的婚礼都忘了吗？婚礼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只是乘车从这个村子旁边路过，结果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劫了，说要让我当什么新娘。现在那帮人就在外面拼命找你呢。什么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们是站在你这边的，除了你刚才说的，你还能回忆起什么吗？让我想想。真有，赶紧把礼服穿上。我不要。你们几个搞快一点，实在不行就用药，可不能耽误给明母娘娘送亲的时辰。是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，看来所谓的婚礼其实是只将这位姑娘献祭给明母娘娘。大家应该都还记得通关条件吧？阻止婚礼，或者存活至婚礼结束。没错。完成任务的方式，我猜可能有两种。第一，带着白姑娘躲起来，只要超过特定的时辰，就算过关。那第二呢？找到明母娘娘庙，直捣黄龙。那还说什么？选第一种。可是万一藏到一半，那些村民发现这里，咱们不就死定了吗？没错，相比之下，第二种方法反而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但咱们一群人走出去，难道村民会视而不见？按我前两次的通关经验，还是苟着最保险。
可以试试这个。隐身符可在一炷香时间内为五米范围的所有人隐去身形。你们只要靠近我，也可以享受隐身效果。遇事冷静，头脑清晰，还带着各种道具，这小子真的是新手。外面没有人，记住，隐身范围只有五米，千万不要离我太远。哎，他们真的看不见我呀！哎，别玩了，赶紧走！老村民过来了，大家小心。隐身符持续时间还剩多久？足够我们避开这里的村民了。穿过这间祠堂，应该就能看见娘娘庙了。快，大家赶紧进去！时间正好，后面就没有村民了。那边有本书，我觉得你会感兴趣。啊？什么书？这个村子的村志。啊？原来还有这种设定。小伙子，里面写了什么？时间宝贵，咱们边走边说吧。把手给我。啊，谢谢。白姑娘，你听说过黑雨吗？啊，当然。黑雨是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东西。听说是因为当今圣上无德，一心只求长生，结果闹的是权臣当道，朝野混乱，这才惹得上天震怒，降下黑雨。凡是被黑雨淋过的土地，寸草不生，导致饿殍遍野。有些人为了活下去，甚至不惜以人为食。隔壁江州最近也下了黑雨，我就是为了求生才逃到这里的，没想到。没想到山里虽然没有鸡鸣，但有一大堆的妖魔鬼怪，是吧？哎呦！哎呀，好疼啊，姐！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？按村志记载，这个山村从未有黑雨降临，都是因为有明母娘娘保佑。但万事皆有代价，明母的力量让村民们变成了非人非鬼的怪物。按村志记载，这个山村从未有黑雨降临，都是因为有明母娘娘保佑，但万事皆有代价，明母的力量让村民们变成了非人非鬼的怪物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，大叔？按照我的经验，前面的明母庙里应该会出现这次游戏的守关人。守关人是什么？就是最终 BOSS。 我先提醒你们，如果谁被他干掉，可能就意味着彻底消失。不是吧，我可不想死在这儿啊。各位，我有个想法，或许能保证我们顺利通关。那你快说吧。根据村志的记载，我们需要。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在娘娘庙外逗留？嫌命长了吧。守关人出来了，大家小心。原来是这次的祭品。几位居士是赶着投胎吗？我先去试试他，要是打得过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幻痛鞭挞者，与我上。哦，竟然还会驱鬼？你是龙虎山天师一脉的传人？什么龙虎山？老子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原来只是个野狐禅呐。那道爷我就不客气了。来怀三太监五星接触法收。什么？这妖道竟然连源自游戏的召唤物都能吸收，好厉害。虽然品级不高，但也算是一份难得的阴才，我替娘娘笑纳了。不是吧大哥，你这么轻易就输了？我咱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位女居士就是今晚的新娘吧？想不到你还挺懂事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啊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该死，
这守关人比想象的要厉害得多，我得想办法拖住他，为老爷子争取时间。道长，祭祀的时辰应该还没到，您可否回答我几个问题？你小子胆儿挺大呀。反正我们几个陪嫁也没多长时间好活了，不是吗？有意思，以前的陪嫁一个个都是吓得屁滚尿流，像你这般淡定的倒是少见。道爷，我今天就大发慈悲，让你做个明白鬼。说吧，想问什么？这个村庄从未受过黑雨侵袭，这是您的功劳还是娘娘的功劳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娘娘的功劳。这庙虽小，里面供奉的可是明母娘娘的本尊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娘娘既然庇护着整个村子，为何又要村民祭祀活人？你小子还真聪明啊，一下子就问到了关键。因为祭祀活人不是娘娘的要求，而是献给本道爷的血石，成为我摄魂幡的饵料吧。没人能逃得过道爷的手心儿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道长，你冒明母娘娘之名行伤天害理之事，难道不怕遭来天罚吗？白虎印当前剩余灵力85%，我来拖住他，你们现在按计划行动。明白。竟然是麒麟化形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普通的禁外野民而已。道长，要学会睁眼看世界啊。混蛋，竟敢愚弄本道爷，怨灵归火。白虎印。原来是这样。